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聚会要开始了，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关掉或改到静音。在聚会的时间，我们尽量不要看手机，那我们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神，感谢主赐下这美好的时刻，那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。那今天又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那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诉说神的恩典啊。感谢神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不管我们处于高山还是低谷，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挫折的时候，主都在前面为我们开路，他为我们将大山挪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，那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门我们这一独一的真神。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，但是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躲开，大海涌了出来。深深靠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字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一直都在。很难显著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，但是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躲开，大海涌了出来。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躲开，大海涌了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字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是的主，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Amen。我们一起拍手。
谢你，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你时时刻刻都在保守看顾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，让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你的自由。我们也感谢神为我们挪去身上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枷锁，所有的伤悲，神都为我们挪去。神的名是配得所有颂赞的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流，主，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。
以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，让我们的嘴都充满赞美。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牧者小组长上来，一字排开，有需要被带导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可以陆续上来，请我们的牧者和小组长为你们带导。我们晓得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需要，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会听神。因为神说在地上凡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他名祷告的，他都垂听。好，两个人同心合意，神就听。我们有太多事情需要被祷告，赶快上去吧。这是我们蒙受祝福的时刻，请弟兄姐妹把握机会。你也上去，上去为人家祷告。我们也可以请小组长为我们来祝福祷告。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就蒙福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上来接受祷告。牧师把机会让给你们呢，所以你们赶快上去。
不多就可以下去了啊。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十字架上怜悯和恩典救赎我们，赐我们有更新的生命。阿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永不改变。阿们。为我们挪去重担。阿们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阿们。我们赞美你直到永远永远。谢谢我的神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，让我们接下来透过十一以及奉献来敬拜神。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的教导。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，马拉基书三章八至九节，一起来读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当我们遵循神命令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避开咒诅的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避开咒诅，而且同时还可以领受神的祝福。再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，是领受祝福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，十一是我们向神当纳的，是没得商量的。再一次强调，没得商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，关于奉献部分的，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七节。来，一起来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遵得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。所以关于奉献部分，我们是不勉强，但是心态一定要对，要遵得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。这是关于额外的祝福，额外的，它跟十一不一样。十一是当纳的，奉献部分是不勉强的。如果神有感动我们需要为弟兄姐妹们的帮补来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凭爱心奉献。我们也可以为建堂继续来奉献，因为我们在建堂这方面银行的贷款仍然还有 132.2 万还没还完。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神有感动的话，你就为这个奉献。也可以为我们的宣教，肯尼亚的宣教，洪都拉斯的宣教，我们都可以凭爱心来奉献，来支持神的事工。在奉献方面，我们列举了几种方式，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看一下
通常我们最建议大家的就是第一种 gel， 因为很方便，即转即到，没有任何的手续费，而且也是很安全的。但是收款人一定要写对 ROLCCNY， 而看是 ROLCCNY2020@gmail.com。然后第二种其实也是可取的，就是check 支票，我们可以写一下寄回教会。还有另外一个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感恩奉献的信封，如果上个礼拜天我们没有拿到的话，现在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两边的招待来索取这个信封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。现在是感恩的季节，我们要向神表示我们对他的感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这个信封的，就向我们的招待来索取这个信封。感谢神。如果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预备好心的话，预备好了的话，就可以从两边上来，中间下去。在网路前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也可以拨动我们的手指头，可以向我们的神纳上我们的奉献以及十一。感谢耶稣为我受死，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感谢耶稣为我受死，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因你十架上怜悯和恩典，救赎我，赐我更新的生命，因你爱我，
重担，是我的依靠。请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同有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诉说不尽你的恩典。神，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每一天醒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。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让我们活着能够敬拜你，能够赞美你。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有德获财的力量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。主啊，更何况这十一呢，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凭信心来遵守你的命令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，你会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我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更何况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工作，主啊，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当我们凭信心向你求的时候，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赐我们所有的一切。Amen。 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也求你来悦纳我们的十一以及奉献。当我们陷在你的库中的时候，是为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因此也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有更多得获财的力量，祝福他们的家庭美满幸福，也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当他们向你求的时候，主，你就赐给他们最好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也求你来分别为圣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的聚会满有你的同在，从开始直到末了。主啊，不论是中文堂、英文堂、儿童牧区，主啊，所有的聚集都蒙你的祝福。感谢、仰望、祷告、祈求，乃是靠耶稣得胜之名祈求。 Amen。 大家请坐。